他就是会帮我们 cover 过。我不同组啦，然后说你不同组的，我们一定会合理化姐妹的行为，开一个群组骂他，对，就骂那个男的。你做过什么最有意气的事情？就是帮大家点名。我们晚上可能要偷跑出去的时候，他就是会帮我们 cover 过。其实跟他们一样，都是宿舍晚点名。对 对，宿舍晚点名就是帮他扛。你们整个学校都要住校是不是？哦，对啊，上次他帮我 cover 过一次。那你们都跑出去干嘛？酒精路跑。有人做了什么很脱序的行为吗？睡在厕所算吗？大家都挂啦，现在回去就会马上被记。啊，我们只能躲在厕所。哪边的厕所？这间。哎，学校的厕所。对，因为它是三间，然后我们就一人一间。三股茅房。如果今天你的姐妹们都不在，然后你也准备要出去了，结果你刚好被射箭看到，然后射箭问你怎么这间人都不在，你会抖出来他们的秘密行踪吗？我会说他们去别房，然后再去别房找一堆人，然后再进来我房间混水摸鱼，然后再 cover 这一团。而更厉害的是，伪装就是他睡觉的模样，做一个像一个门一样大鲨鱼，然后在那边被盖住。IKEA 大鲨鱼，就摆在中间嘛，啊，棉被盖上去，因为基本上你进去是看上面，所以只会看他身体，不太会看到头。射下来他也不信，哦，我就啊，不用我来看就好了，欸，起来睡点早点，然后啊，他睡着了，叫不醒了，那就先这样吧。他说：“哦，好，那他就去。”所以其实那个大鲨鱼是你们每一个人不在的时候的替身。你貴様はスタンド使い。你对他做过最有义气的事情？我常常帮他们打理很多宿舍的事情，打扫房间、倒垃圾跟消毒嘛。你是同学还是宿舍工读生啊？同学啊，同学，你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事情啊？没有，就觉得自由的话就帮忙一下，我还会去帮我同学折衣服。哎，你是看到受不了是不是？对，我有强迫症。而强迫症的他，随时都在担心朋友的安危。那天下雨，我就预测到他跌倒了，滑倒的时候我就，哎呦！你原本就在他旁边，对，就在他旁边啊。科长，你不怕你也跟着跌倒吗？不会啊，我站很稳，因为我都预测好我会不会跌倒了。国师现身，在你滑倒的时候，伸出那双手的那个同时，脑海中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？像神的手一样，那个温暖，我的心都燃烧起来。你模拟一下你当时的心境好不好？就是你手伸出来，这样像神的手一样，我的心都燃烧起来。那我就哦，神射手。再来，我们遇到了一位浪人。哎，同学，你长得好像牙树哦。帕萨基。你们两个谁，啊，比较有义气啊？都有，遇到困难会休听啊。那你们吵架过的经验吗？有啊，他都拿那个毛巾抽我。他拿毛巾抽你？就是他要洗澡的时候，我在滑手机，他又拿毛巾抽我。为什么在他洗澡的时候拿毛巾抽你啊？无聊就想弄他。哦，是叫吵架吗？这应该是搞基吧。帕萨基。情不自禁。做过最有义气的事情是什么？他失恋。他失恋怎么样？你自己讲。他自己模仿啊。我就在房间，我就讲，然后就说：“哎，欸，胖子，啊，你又过敏哦。”我说：“没有。”我说：“啊，那你擤屁鼻子啊？”我说：“就没有嘛。”因为我们睡一起，我们有一个游戏，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同学都要爱的关怀。怎样啦？你怎样啦？然后开始全部人都围上去，开始这样摇，那让那个人笑为止。这是什么游戏啊？这是取暖游戏，然后取到那个人又哭变笑，然后他们就咬我，然后逼我说出实话。那我就说：“哦，我实际很难过。”他说：“好啦，不要难过。”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面对战场不颤抖，兄弟情义来相守。三国志战略版，组队攻略真朋友，百位武将陪你上，灵活布阵好对抗，真实地形灵活跑，四方兄弟你指导，光荣革新大作，有胆有谋有兄弟，三国志战略版等你来征讨。而姐妹失恋安慰的方式是开一个群组骂他，对，就骂那个男，骂那个男的，但那个男的其实没有做错呢。他怎么可能没有做错啊？笑死人了。假如是女的做错呢？不会是女的做错了，我们一定会合理化姐妹的行为。比方说姐妹无理取闹，你们会说那男的太过分了。对，我们跟他一起无理取闹。假设姐妹放鸟男朋友，然后男朋友生气跟他吵架，你们会挺谁？当然是姐妹啊。姐妹为什么？可能是女生有事情哦，才不小心放鸟。你们不能就是打醒姐妹。你活该。你们里面谁最义气啊？我大概每两天、每三天就跟他再借一次钱，然后他每次都哦拿去了。他很常没有钱，他很常拿网购。为什么那么败家？停不下来。
我们 LINE 不是有公告吗？因为我会到处欠钱，我就会公告。你刚刚借过最大的钱是什么？其实还好吧。你每次都借多少？你借个3000给他？没有吧？公告。七舍。我们决定来出个情境题。如果今天你需要一大笔钱，你们每个人愿意借给他多少钱？5万，没钱，直接拿出来吗？可以啊。那他如果没有还你，你会怎么样？我知道他家在哪。OK， 10000紧绷啊！我没什么钱哎，我去做物流，一天才600哎，那个三角石一直降，才600块。所以如果你借了他20000块，好了，已经超过你的紧绷了。然后借完之后，他就销声匿迹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也不能怎么样，他都不见了，我只能进去搬货了。祸不单行，再来我们遇到一位野生痴汉。你在女宿门口，然后穿着吃汉的衣服是为什么？就是已经穿一个学期了，自己都穿这样。不是整天，就是有时候，但是就真的刚好，就是刚好今天穿这样。那怎么样的行为很吃汉呢？就这样的汗呢、啊？你是不是也痴呆？你觉得你是一个有义气的人吗？算是。那你报告中是属于 cover 大家的，还是靠嘴巴的？就是。出动脑，什么耍废？会做啦，会做还是会做。像之前那种报告的话，我们这哦 A 加莫名其妙，对，什么都没有准备，然后上去报告。我有准备，只是我们那时候 PPT 大概只有5页而已。你想办法把那5页讲的。对啊，对啊，还是要。那如果说朋友的报告缺少一个会报告的人，然后请你去代打。有这个有，我有一次谁没到，然后我就站上去。不知道他要讲什么是不是？我不同组啦、啊，然后说你不同组的，先挡着一下，然后说他讲什么。这一段，然后我看一下，所以那天我头报告一次，然后尾再换个外套再报告第二次。变装吃汉，靠嘴吃饭。想不到除了靠嘴巴，他还很会编舞。校歌比赛的时候，我们是当负责就是想动作。通常这种比赛应该都是四川的第一，但是我们这时候哦得第一，很爽。我们请他来示范第一名的校歌舞蹈。史上最强电击一椅，然后。哦，也是一样，最强悍的 MCEE 校歌比赛拿走第一，哎、欸，这样没什么感觉，但是那种气势滂沱，50几个人这样一起喊的时候就，那个灯光什么 OK 就 OK 了，就一个动作，对，你刚刚有没有心虚、啊？我们有这个动作 ，Lisa 的什么螃蟹舞，对，这样，然后这样得第一，对，我们来还原比赛现场，校歌比赛。我尽力了。今天的下榜单元结束了，你也是个有义气的人吗？赶到 D 卡的板上讨论吧。D 卡调查局，义气来相挺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